这个队名怎么？三、二、一，耶！我会给你们，这个照片会给你们，然后再来，那个，等一下哈，为什么？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耶！很好，好，我们现在教一个动作哈，我们领袖，对，来。一二三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 ，OK。
你要不要穿？你们要不要穿？不要哈。哎，很漂亮哎，拜托啊，这么漂亮，好美哦！来，先看我，三二一，耶！哇，这个蒲龙宫厉害。一二三，耶！哇，好猛！好猛！头颅帅不帅？帅呀！哇！二一耶！哇，真的很厉害的蒲龙宫，太哎，真的耶！睡哦！来，三二一，耶！啊，这个头目的老婆进去，来，三二一。哇，好漂亮！真的很漂亮。真的很美耶！好，哦，这样子啊，那你今天就要在这边休息就好了。只有你们两个没有参加活动。三个，啊，很好。
组团呢，组团呢。你们这边看我一下，这边的看我一下。因为后边刚好就好。哇，三二一，三二一 ，OK。哇，不简单！这真的不简单！哇！好，一个下面来呀，你啊，你啊，你啊，吹气上阵，哈哈哈哈哈，阿东，阿东，看起来小老师一些，哦，人咧，哎，刚好。哇，水哦！漂亮。票这个事情，因为如果说一定要取泰鲁格族人，你们一定取不到，所以随便你们取，啊，你要取谁都可以，但是要等你奶奶走，啊，不要急，你们在德永会等吗？会不会等待？你看看。
好，我来带。还要除草啊。头目，头目要继续。牵手，牵手啊！哈哈哈我们往河床边走。往前直走。好诶，哎，这边，左边，左边再右转，左转再右转，往前走。对，我要失踪，马上上山找马抗。马上。找抖用啊。有，一定有的。我已经摘完了，摘过了，摘过了。等一下你们就有，就等着吃。钓溪啊，最大的特色玫瑰石，有没有看过？好，大前年部落有一户人家，就在你们前方的那一座吊桥。好，那个吊桥的底下捡了一颗。卖了85万。没有他的话，这个不可能达成。结果现在我们的饮水穴都在哪里？给你们猜一下。现在的饮水隧道，前面的发电厂都移到高位了，日本人发电厂给他作废。然后他现在把饮水隧道盖到我们的对面去了，在你看到没有？这边有个凹槽。
就在这个凹槽的背后50公尺隧道，整个大山洞。所以哈、哦，孙运璇先生。最吵，最两光的一个，但是非常好，就是要这样子玩嘛、啊，这样子玩才快乐啊。没人要泡水的，要泡水的可以下去泡一下。对，那就我们就直接往上走好了。下次来，下次你们可以住他好几个月，慢慢玩。把你这栋包起来。好的。啊这个是一个爱心，对，它其实还有好几个爱心在上面，对，可以了，3、2、1，我做成影片会给你的，然后照片如果不错的话，我也会给我们。Come on, 耶、yeah. yeah, ！好漂亮，就往上直走就可以。喂，还没有给你拍，回头看我一下，耶、yeah.。哎，往我这边来，看多用打个招呼耶、yeah。好，上面就好走了，就这一段不好走，其他都好。走了，等一下一上去就很轻松啊，大草原。哦，哇，这个头目厉害，头目你这是小火车头。后面有跟着三节车厢。三节车厢。上面好走了，上面是大草原，很漂亮的草原。很好。
好走，很难走。要回来狗狗的。你这地人是好水。好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一走马上又年轻了。小心那个树干哦！小心树干。要烤香，他说草香，草香味。一张爱心，比出爱心的动作来，耶！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我随时会偷走，因为我要做成影片。对，自然就是美。好，我要把你给卖了。你不讲好好，你这一讲我就把你给卖了。哪一个？哦，那个好，这个我要教大家。不贵啊，这是我种的，我故意种的。这么多的不贵。不贵。刺葱，哎，你蛮了解的哦。等一下你会吃到刺葱的。我把它拿下来。哪一个？哦，一整排，真的是一整排。上面是干嘛的？部落啊，我们的部落在上面。可以上去啊，你要走一段距离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吃饭哦。哇，姐姐你很厉害哦，过关哦。到了到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对啊。